的中兴卫视。刘宇，我终于打破魔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宇，来自安徽，想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美。真正的成长是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温柔。越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引以为傲的老东西，是我这个小东西最想做的事情。